很快的又到周末了哈，那今天大盘呢跌了217点，很多投资人在今天呢大幅套牢，但是今天我的会员呢心情是很高兴的，那一则以喜，一则以忧。那我一直跟大家谈到，现阶段呢，大盘是多头架构，你要选对主流股。那昨天跟大家谈到的淳安，连续讲多久了？讲那个 key 嘛，4天半啦、40涨停，算起来简单就是40%嘛，40%起跳啊。又到周末啦，几家欢乐几家愁，287点嘛，人咧趁钱，你有没有赚到钱？我说我是在操盘哈。我说赚钱的机会一直都在，你有没有选对老师？你有没有买对股票？满天金条啊，你至少要抓一条嘛。然后等一下会公开会员的传真档，那个不能欺骗了，那个欺骗是要负法律责任的。你有没有选对老师？有没有买对股票？金条至少要抓一条嘛，今天大盘落偌济，287点吗？台指今天跌200多点了，台指我今天还在赚钱。40%啦。头肩底架构对不对？那这个炸起来，头肩底架构，主底向上嘛，车用镜头这样是不是4只涨停40%嘛？我等一下证据都会拿出来。茂迪今天尾盘为什么急拉？为什么急拉？大盘今天外资卖多少？大盘今天外资卖很多哦。那我要跟大家谈什么？内资比外资重要嘛？内资比外资重要，就跟之前我们操作高端疫苗股，那个也是内资嘛。那这个绿能股呢，也是内资啊。我前几天有没有跟大家谈茂迪？我说绿能股呢，主体向上的，包括硕和。今天尾盘急拉，是不是又做轿？满规定啊！那个炸雷前面又是一个主底向上的股票，它是又创新高，人咧趁钱呢。我说你要换股嘛，这什么意思？同样100万啊，人咧趁50%啊。我淳安已经40%多了嘛，4只涨停啦、啊，赚50%啊，100变150嘛。那你赔钱，100剩50嘛，原来财富一样啊，现在变3倍嘛。那我说你要不要换股？那一些盘头股票继续跌啊，享受今天跌90块啊，国巨也跌。这几天一直告诉你那些盘头股票你要卖，盘头的你要卖，你要转主底的股票。财富才不会收水嘛，一差差3倍啊，没有几天，你是赚钱还是赔钱？人咧趁钱，你有趁钱无嘛？这个才是重点啊。前几天跟他谈一个观念是什么观念？大家记得吗？我说大盘在这个地方。大盘在这里往下拉回，对不对？我一直讲盘整嘛，大家记不记得我一直谈什么？我说谈季乖离太大，它拉回修正；季乖离太大，拉回修正，对不对？
我说我不是死多头，也不是死空头嘛。我有没有跟你讲它要大涨？我一直谈盘整啊。今天呢，今天开盘很简单嘛。我今天看一下，给大家看一下，我今天开盘会员怎么讲的。稍微拉近哈，我说大盘预估量3500亿嘛，下跌量增进入盘整模式呢，它不会创新高啊。但是季线向上，一样是多头架构嘛，手中持股战胜大盘啦、啊，早盘续报嘛，因为都是近期的主流股。那主流股是什么？电动车族群嘛，大家记不记得呢？我讲大盘的加一月、二月两个头，对不对？鸿海创新高嘛，鸿海这一月、二月就上去了，这里是上去，它是创新高，所以主流在这个地方嘛。那鸿海创新高呢？它代表什么？代表电动车嘛。所以淳安电动车啊。那另外绿能股代表什么？它是内资股嘛，它不是小英总统的政策股，它另外也是美国拜登总统的政策股啊。那你要趁大涨之前提前布局嘛，我前天标题也写啊，那提前卡位，今天是不是做轿？那你说真的啊，给会员持股啊，会员持股啊，都赚钱嘛。大盘量增盘整模式，近期主流电动车绿能，那你没有抓对主流的话，你怎么赚钱？主流在哪里？这两个月、三个月是高难度操作嘛？那之前的高端在这个地方也是一样啊，一倍嘛，出掉啦，比特币也全部出掉了嘛。那接下来什么？电动车、绿能开始一个往上走啊，大盘没有改变啊，多头这里还是盘整嘛。你不要看一下跌又紧张了，跟这里一样嘛。大方向要抓稳了，不要忽多忽空，专注找股票啊。你要选对主流股嘛，人咧赚钱，你啥都无赚，搁倒了。你要了解法人，你才能战胜法人嘛。肩膀的这样往上走，我给大家看一下哈。我说我绝不欺骗，我给大家看一下呢。我们这组会员手上四档股票，我说我股票不多，股票不多，每一档都大赚哈。那相对今天大盘跌200多点了、啊，所以我说呢，几家欢乐几家愁，对不对？跌的时候你才知道谁是高手嘛。你有没有选对主流？逢低买，只有低买你才赚波段嘛，你去累积财富啊。我们看一下。这个如果修改，这要负法律责任哦。没有一个老师，没有一个老师敢这样做。今天大盘跌200多点，我的会员呢赚钱哦，心情是高兴的哈、哦。今天四档股票，对对，淳安、四成、茂迪、波段续报。护顶逆势大涨，今天还是涨哦，今天大盘热还起嘛，创新高。另外这一档连五红，为什么要遮住？为什么要遮住？这会员的权益嘛，你至少多少你要盖住一档嘛。连五红都是赚钱的、啊，是有四档，对不对？转播探级嘛，我来探级，你有探级无？财富重新分配啊，财富重新分配嘛。要不要跟着我做？你有赚钱无？昨天特别争取的这个优惠专案，我们继续维持。在这个周末，我希望你操作不顺利的，你想尽办法把电话拨通。我们休息一下。
贺陈总部吴老师，会员手中持股大获全胜，感谢大家长期支持。今天入会特别给您惊喜价，今天入会特别给您惊喜价，机会难得，敬请把握。刷刷线02-2752-5868，2752-5868。法人顾问吴老师专攻法人操盘习性，拥有30年股市实战经验，兼具短线与波段操作，素有法人顾问之称。茫茫股海，让专业诚信的法人顾问吴老师带您早日迈向富裕之路。致富专线02-2752-5868，2752-5868。贺陈总顾吴老师，会员手中持股大获全胜，感谢大家长期支持。今天入会特别给您惊喜价，今天入会特别给您惊喜价，机会难得，敬请把握。刷刷线02-2752-5868，2752-5868。欢迎回到现场哈。那前几天呢，我们讲到茂迪，主底向上的，我最喜欢这种股票啊。主底向上的股票，盘头的股票你要卖，你要换股。换股的话呢，你财富才不会收水。你唔敢对着盯，听不下去呢，你就继续套吧。他今天涨停了。这前几天讲的嘛，那节能股包括什么？包括像元晶，包括像硕和，对对，茂迪前几天还有拼盘可以买啊。拜登也是政策绿能嘛，政策股对不对？小鹰也是嘛，满天金条，至少要抓一条啊。那外资今天卖一大堆，跟这个有什么关系？绿能呢，是外资跟内资一起来嘛，共同看好绿能股啊。那电动车呢，很多都是内资在买，也是外资在买。那想要探底，趋势抓稳了，接下来你要抓到主流股嘛。那主流股在哪个地方，你就去买什么股票。绿能股对不对？电动车嘛，功劳股。这四档嘛，我们讲护顶好了。那护顶这一档呢，也是一样啊，它汽车用的 MOSFET。我给大家看一下呢，伊今仔嘛是起啊，今仔大盘落偌济，落200几点嘛。外国朋友起啊，也是主体向上的、啊。我顶礼拜有讲无，是主体向上，这里涨停，我说它只是整理嘛，这里是支撑，它今天是往上走了。那大盘呢？大盘今天是重挫200多点嘛。所以我重点是你有买到股票嘛？那我们再看一下淳安，淳安今天大涨，第四次涨停。我给大家看什么？我一直跟大家谈什么？我们先看标题哦。我标题怎么写？我说你跟着我做，你不用担心，我只会想尽办法让你坐轿，让法人来抬轿，我只会带你逢低买进。我不会带你去追价，去帮别人抬轿。我每个礼拜一直重复这一句话，会员都有听到啊。那会员也坐轿嘛。那我们看一看淳安，四季天半对不？我们在这里买进啊，会员都在看啊。这地方整理，叫老多少时间会当买？几礼拜嘛。爱甲酷酷惊，我说专注在个股啊，
那你不晓法人在做什么？那我们在这里布局怎么样？跟法人同步嘛，进场对不对？这里开始买啦，到这一支，到昨天锁单嘛。那所以今天大盘跌200多点有没有关系？没有关系嘛，它一样涨停啦、啊，一只、两只、三只、四只嘛。那我成本是不是跟法人一样？这是汇汇的价值。今天大盘跌200多点有没有关系？今天没几支股票去啊，没有几档啦。那或许北岳老师也会讲绿能股，讲电动车，把证据拿出来啊。外资内资同步看好嘛，那外资今天卖超很多啊，他有没有卖淳安？他之前有没有买？我说你要了解法人在做什么啊，那个水球嘛，这叫汇汇的价值啊。那淳安我刚刚讲呢，跟什么一样？跟之前我操作高端一样嘛。我们再把高端拿出来，同样的问题嘛，在这里买进对不对？买进成本跟法人一样嘛，对不对？往上拉，从高端总共拉几只？拉七只涨停啦、啊，我们赚一倍嘛。那高端这里我没有出，这里再买一次，这里输掉了嘛，这样是一倍。那它成本在哪里？在这里嘛，它慢慢在调节啊，我出掉啦，这里买嘛，跟法人一样嘛。那对照一下，低档买进嘛，想尽办法让会员做价，对对，安心解救，七几天半嘛，带出场了嘛，一倍啊。那这里是又来了，那这样四只涨停嘛，安心细想，那汇汇价值在哪里？汇汇的价值在哪里？物顶也是往上走啊。茂迪也是嘛。那这一档不用讲，连五红一定是赚钱的嘛。安心弄探集，心弄探集，安利五探集不？还是在赔钱，满天金条至少要抓一条嘛，拿来探底，你财富在收水啊，你要不要找军师？这个方案呢，随时会结束哦。这个周末办好手续呢，下礼拜一我带你进场，我们休息一下。陈总顾吴老师会员手中持股大获全胜，感谢大家长期支持。今天入会特别给您惊喜价，今天入会特别给您惊喜价，机会难得，敬请把握。刷刷线02-2752-5868，2752-5868。法人顾问吴老师专攻法人操盘习性，拥有30年股市实战经验，兼具短线与波段操作，素有法人顾问之称。茫茫股海，让专业诚信的法人顾问吴老师带您早日迈向富裕之路。致富专线02-2752-5868，2752-5868。欢迎回到现场哈，那我们操作呢，带进带出，包括之前的高端疫苗股卖掉，对不对？包括比特币，我们昨天也讲了，全部都是波动获利了结了嘛。那接下来呢？接下来就节能股啊，绿能股，对不对？还有电动车嘛。我说我在操盘啊，不是在解盘。哪一个老师？
他会公开他给会员的传真档，因为一公开就知道有几档股票嘛，哪一些赚钱，哪一些赔钱，除非他没有做持股追踪，不然一公开就一翻两瞪眼了、啊。所以没有一个老师他会公开的嘛，因为很多老师都是在解盘，解一手好盘，会没有赚钱了、啊，那或者今天重挫200多点，惨赔啊，套牢对不对？但是我今天会员呢，探底啊，因为我在操盘嘛，证据在这里啊，要不要跟着我做？你要换股啊，满天金条，至少呢，你要抓一条嘛。那这几天一直跟大家谈一些高价盘头的股票，你像今天翔硕，一跌的90块啊，不是高价股，不是有钱人买得起的股票，你就一定赚钱啊。它是盘头，国际也跌嘛，国际在这里有没有讲？一个头部，一个颈线，啊，你唔买，一个灾了伊嘛，啊，这几天呢，淳安有没有赚？绿能股有没有赚？你要不要换股？细粒也是跌啊。主流股在哪里？OTC 就是没有台积电中小型股，我讲了很多遍，你要跟紧脚步，大户、中实户、主力、业内、关谷、行库、节能股谁在买？政策一定有嘛？你要跟紧这些脚步，你才赚得到钱呐、啊！啊，不然来探底，你有谈不？你有没有选对老师？有没有买对股票？你至少要抓一条嘛。我们看一下，之前跟大家谈的，主流在鸿海，对不对？淳安涨停，再涨，再涨，到昨天三只涨停嘛。今天是又涨停，那第三次涨停的时候，在这个地方开开关关，开开关关，我怎么讲？这3月18号嘛，我说呢成本低爆牢，结果这一天怎么样？这刚开开关关，谁在买？我刚秀了嘛，法人大买超嘛，那所以呢，今天3月19号，大盘跌200多点，它照样锁涨停嘛。安利行为等于刷细机，我再给大家看一下，淳安当时在低档呢，我明天再给大家看好，在这个地方提醒了很多遍。这个地方大家很恐慌，对不对？恐慌的时候最佳洗盘嘛，所以上去啦，40%，法人搭台嘛，这是汇汇的价值，对不对？跟当初高端一样啊，法人在这里搭台，汇汇的价值嘛，这里有7只涨停，我特别拿出来，这些2月份的7只涨停，获利已经倍数了嘛，那后来呢，出掉啦。同样的。再次重演嘛，法人买进的价位跟法人一样，成本一样嘛，拉抬往上做轿嘛，法人再卖我们也出啦。目前4只涨停嘛，马迪尾盘急拉，内资嘛，这样是头肩底，不是叫你去追哦，而是你要找一些股票。逢低去做买进嘛，证据在这里啊，除了传真稿我都拿给大家看嘛，能不能赚钱？能不能赚钱？我是操盘啦，我不是在解盘，证据在这里啊，我一直跟大家谈
春节之后，我说这个地方从去年到现在，我们都专注个股做对不对？我说祝大家赚大钱，机会一直都在。你要找法人喜欢的股票，你要跟着法人去操作，机会一直在。证据在这里嘛，该赚的有没有赚到？大家在赚钱，你先那波赚钱，我说财富再重新分配嘛。你要不要换股操作，找一些主体的股票，按那你开始赚钱，去累积你的财富嘛，不要让你的财富缩水。那这个周末呢，你把电话拨通，我礼拜一带你进场，配合我们今天的专案，自己要把握了。谢谢大家。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无论时代有偌进步，军用的也是百年来的老手咯。林荫一耙一耙慢，慢好一打一打打，扫落一粒啊一粒加，趁钱一神啊一神行。一年食青拢靠这事，只好逐工拍物件，目睭唔捌客，汗水唔捌流，专心拢为这面传统的林荫歌。啊，若开力，阮瓦哥休困时就不要困难蛋，明仔载开力。贺陈龙总顾吴老师，会员手中持股大获全胜，感谢大家长期支持。今天入会特别给您惊喜价，今天入会特别给您惊喜价，机会难得，敬请把握。刷刷线02-2752-5868-2752-5868。法人顾问吴老师专攻法人操盘习性，拥有30年股市实战经验，兼具短线与波段操作，素有法人顾问之称。茫茫股海，让专业诚信的法人顾问吴老师带您早日迈向富裕之路。致富专线02-2752-5868。你愿意爱他、保护他，不论生病或健康吗？我愿意。如果他生中